街坊嘅運營達，咁咧就街坊各起一直都係爭取咧係基層勞工嘅權益，同埋推動勞工運動。咁但係我哋發覺咧，最影響呢個基層勞工嘅生活咧，就係而家嘅政制不民主，因為好多嘅係有利民生嘅一啲議案或者制度，譬如好似係標準工時或者集體談判權咧，都係喺議會上邊咧係通過唔到。咁我哋咧係覺得咧要打破而家嘅黨官相勾結咧，之後係透過咧係推動一個民主嘅改革。咁所以我哋咧係好支持咧要爭取一個新嘅普選、新嘅民主。咁我哋覺得佔中係一個其中一個方法手段去推動去爭取。咁我哋咧亦都會咧係嚟緊喺社區入邊咧係會推動咧係同啲街坊同埋工友咧一齊咧係做一個 E2。咁喺10月5日，我哋會做第一場就同我哋友好嘅一啲係工會啦，同埋街坊嘅關注組嘅成員咧，係有已經係參加超過100個街坊同埋工友會參與噶啦。咁第二場咧就喺10月26日，咁我哋都會咧係喺社區入邊咧係同一啲我哋唔係好相關或者唔係好熟悉嘅啲街坊咧係會進行一個上路人，咁希望推動咧佢哋咧係關注而家嘅政制嘅改革情況。咁呢個係我哋嚟緊亦都會繼續係爭取咧係多啲嘅街坊係支持咧係爭取民主嘅普選。多謝大家。